每年七一的游行一员海富麦记都逼爆晒人啦，唔好再帮衬啲咩大财团啦，睇下有咩其他嘅选择啦。连阿林郑都中意去嘅大坑一向都系揾食圣地，不过我哋就唔系去佢食开嗰间，而系去新康记粥店，大坑仅存嘅老店之一啦。招牌菜就是炸两肠啦，即叫即蒸的肠粉包住油炸鬼，肠粉滑溜有米香，油炸鬼脆口得嚟又酥软。粥店梗系唔少得粥品啦，猪样煮得好嫩滑，好粥料噶。真系多得庆回归唔少啊！今年起步位转咗去维园草坪，喺同济出发就会比较方便。洛克道嘅 Super Don 提供16款当饭，一半是刺身饭，一半熟食。碗都是北海道到嚟嘅，咁唔似有啲可能出面坊间会加啲加拿大或者加啲韩国嘅紫海胆咁样去砌够一碗饭去减低成本。鱼生就每日由竹地市场原条运送抵港。正总附近都是连锁集团的天下，不过隔离的中信大厦就有一间独立扒房啦。Mr. Tomahawk 是乐意扒房第二代开的扒房，沿用一样的煮法和牛肉供应商。招牌虎头扒 Tomahawk Steak 这块巨无霸是大骨牛扒，它有成 1.1 至 1.3 公斤咁重，但是主骨已经超过200克重了，可以切到9至10块，适合一大班人吃。主骨里面的骨髓和脂肪加强肉味，骨肉相连的骨胶原可以保持肉质的湿润软滑。讲了这么久，其实最重要的是上街把了。